天12点会再抽，会继续就是把它抽完。那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讲了，就是3000一张拼了。其实还蛮比之前的抽奖便宜，便宜吗？比之前的抽奖，因为我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。像之前不是有抽奖是5000一张券吗？然后今天的话，我就是做，我想了很久，觉得3000一张券，不然要30000吗？因为大家都可以抽，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可以抽到。上次有很多人啊，上次有人就是用一张，红林好像就是用红林是用一张5000点的券就抽到了，然后国光好像也是，不过是四亿不要，因为四亿抽到2次，红林1次我记得，红林抽到2次，四亿抽到1次。好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。应该要这样讲，就是会抽到人就是会抽到，不会抽到人我也没有办法。然后这次呢，就是3000点一张券，然后可以就是有机会得到一个抽奖券。明天的24点开奖，就是说是礼拜星期日的一开始就开奖，因为我想要收榜，本来是想说在礼拜六11点半收。要不要来个10钟肯定当中一十周片？你不够10钟，你有几次翘课没有来？老师，你不够10钟。Chris 安安，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抱枕，因为我的抱枕它并不像那个，因为我还有阴阳师的抱枕，阴阳师上抱枕就是有流水编号。安安 ，Hello，Hello， 是第，我每次第。1983，这样1983好不好？翘课容易睡着，真的吗？好啦，如果说你始终到就是可以进到我们那个帮派的话，就会以后会有帮派的小奖。这也是我们家的那个车购物台，其实是我们家的抱枕，这个抱枕。要是它是一下也是一下，它有价值，价值有价值。没有啦，它方面的胶带是不是我贴的哦？哦，方面的那个纸膜会不动。它是这样子，上面有我一根头发，你知道吗？它跟造型，就是画的蛮像的，是我本人比较漂亮。所以看到这个抱枕的时候，也不要觉得说我想让它，因为我本人比较漂亮，知道吗？应该是不会再踩，再踩应该也是别的抱枕，像比如说裸露的抱枕，3点裸露这样。欢迎杨哥，绝版了。因为我记得我说绝版很久，可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愿意，就是说啊，我弟明明有100颗，然后我跟他说3颗绝版，然后过2天又说3颗绝版，没有，这真的不是。不是我愿意，好吧？如果他再出一次，我就把头剁掉给你。啊，不是，要是我如果他还有再收出3颗，我就把头剁掉给你，我把他3颗收回，好不好？因为之前我记得我有跟别人讲说，我就是也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有给他。然后这个抱枕它上面就有写满的，什么抱枕吧，20嘛。然后我也没什么，反正省回去卡，然后再卖。然后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障碍啦，我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障碍，不在了。如果有的话，也不能怪我。再版它会印签名，哦，真的假的？再版会印我签名，就是说有的人会拿我的版去打，那这样子也是蛮荣幸的。讲这样，请进087087，你才87嘞，对。其实蛮不像我的，不敢跳，也像我吗？你们说像不像？快点给我讲哦，像不像？快点说像不像？好啦，是不是你打字很慢呢？我一定不会打字，还好本人漂亮，像个屁都比本人漂亮。
女频这些还好，想对不对？打死你，我在开台啊！小心我最近很爱开台耶、欸！我跟你讲，做实况组不赚钱的、啊，我也是做实况组不赚钱，我才来做手机组。我不知道用心情干嘛？你们眼睛，你们怎么了？瞎了是不是？是不是瞎了？眼睛像屁啦，他明显就凤眼呐、啊！我眼睛那么大，你哪只眼睛看起来我跟他像了？如果第二版爆真会印签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第二版，没有啊，有什么好印签的？不红，你知道 ？Hello， 李玉安啊，写在本人比较真，真的，你看我本人吗？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本人真的比较漂亮，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我的气质是用言语没有办法形容，实况体也没办法把它转播出来的。等更好的活动，这个活动是我要先保了，你还要更好，我可能要买我胸罩了。这个活动，你知道吗？有人问我说，那时候有人问我说，那个你后面呢、啊，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？因为你后面因为你把你家相框给拿出来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要买胸罩。穿个，根本办法。没办法，没有，因为就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办法参加没关系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就不好，自己真的是。不会，你拥有最好的自我，好不好？你拥有最好的，你有紫色勾勾还不够好吗？你有紫色勾勾哎、欸，你知道其实我有时候扮演那个，有时候想说紫柜子来看看。又难了，就是对啊。如果开台的话，爱要的狗狗是你看，我都这样想，你很感人。你再给我掉眼泪。有点像啊，我是觉得谁很像，因为没有这个枕头，很多人痛啊，痛它是有。部的女生的抱枕，她把她全部摆在那个墙上，然后就是只想要，不想要，但不行，她不能偷。欢迎 Sky， 你看意思，哎，小峰哎，小峰说今天有去过我生的感觉，不知道一下，你说一样黑发，屁啦，你才白头发嘞。你一夜白发啦、啊，我是黑发乌黑亮丽的头发，好吗？超荒时代乌黑亮丽。我跟你讲，我不禁要给，我不禁要跟你们说，这些今天真的大家都对我不抱不敬。嗨，在那里静蛮久的。你知道，我今天去买胖老爹的时候，我就不觉得你们就是吃饭之前就不觉得你跟我现在很胖。然后我就说什么不用等，就不要等。然后说那什么等对的事情。然后我很多人的一切你都不知情，死后会是谁？你说什么意思？我不会死，我会活得很久。不会，我很瘦。我今天都有在一直工作。我今天煮两个柜子，我今天煮了两个柜子，我不能吃下胖老爹，胖老爹。在其他的地方，你在其他哪？你要说胖老爹，就是我今天去买胖老爹的时候，那个人就跟我讲说，那个鸡块不用分，然后鸡块之后他多拿一份东西给我，他就说美女有美女的眼神，我就觉得有正则就是正则在我的美貌之下了吧，不能，拜拜，红衣再见，就正则在我的美貌之下了。数十年我就老了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了。你真的真好，真的新欢，不好说啦。这不好说什么？我觉得很好说啊。你现在跟我说，我觉得很好说。哦，你有两个，你有两个。对啊，我也有红你的签名抱枕，我都收得好好的。哎，忘记厨师了，会不会发霉了？哎，对啊，我有红林的签名抱枕，我们两个交换了一个抱枕，那时候我记得，我说我们两个可以交换一个抱枕。Hello， Jackson，
过今天还没有人，大家可能想要压明天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今天也是努力做，后面想签名抱抱，住口！一个老师那么轻浮，是不是喝酒了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要是被学生的家长看到，你以后还要做老师？我今天看到新闻，又有一个老师好像就是被那个，不过我觉得那个老师看起来不然就是很改，我觉得像很多老师都还蛮欠揍。哦，海哥没关系，因为今天还没人丢礼物给我，可怜，好可惜。我要跟前头吃饭，可以哎、欸，我们破200万就可以吃饭了，就是大家可以去聚餐。哦，好像蛮现实，这样讲一讲，做主播就是现实啊。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金钱，好吗？我要抱紧，抱紧跳跳。你讲这样子我都害羞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要抱紧我的时候，我突然间真害羞。200万，你好，我没有说你要给我200万啊。不过如果你要给我的话，我其实也是蛮乐意接受的。你要给我吗？快给我！抱紧，我也没有什么抱紧。你可以现在，我觉得现在大家明明就跟我用赖群跟我说收购价多少钱，可是现在又不表示，就是好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这个规则呢，就是3000点，最后奖就是送上福宝宝3000点，中的就会有1次抽奖券，然后有送我大的，上福宝宝30000点的话，我今天就可以先休息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先休息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我先休息了之后，没有11张抽奖券，别人就没有机会可以抽到抱枕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只能，你知道，只能抽到你。我来不及关的时候，每200万请客亏本吃，真的每200万怎么吃啊？谢谢追踪，谢谢 Jack 追踪。为什么这么多 Jack 要追踪我啊？是不是我很得 Jack？把去把值钱器官，因为我的200万你不会才多少钱？你要卖器官，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我的每一个观众都非常的有价值，好吗？他们的那个能力都可以赚到这个钱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，我也没有悄悄的抱着，有一个叫 TOZ 的，他点了我赞 TOZ 什么？哦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广告，应该是什么？但是专业是贵族啊？什么叫富贵族？柜子是一个术语嘛，对啊，什么叫术语？我昨天学到一个术语叫做残哎，残血，残血柜子。我专业组柜子啊，我组柜子2，我就觉得自己健壮很强。血组柜子可以赚钱，3万等我，3万的话就是10张的抽奖券。然后我好像这个月还没办过活动，就办这一档，好不好？下不为例，再也不会有第二档的出现。这次卖完，绝无仅有，好不好？这个月就没有。你叫我拿，你叫我再拿更好的东西出来让你们挑，也没有了。我就这样子，你要我一根头发，我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下次就可能搓头发、卖指甲之类的。当月刷100万，可以单独一起单吗？你当月刷100万的话，我还在。如果你当月刷100万的话，我倒是蛮想跟你吃吃饭的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刷了100万，我还想知道你是谁刷了100万给我。我很认真，除非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土豪刷了100万给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就是一个厉害的土豪。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莫名其妙的，不是莫名其妙，就是看了我很久的观众，他刷了我100万的点数给我，我就会想知道你到底是在干嘛的，是不是在？是南非挖矿啊，或是你知道家里面是在产石油的，我很有兴趣可以跟你了解一下这个如何投资，或是如何生产这些东西，我是蛮有兴趣的啦。提出建议，如果真的是刷100万给我，还蛮愿意给他吃饭的啊。我觉得是，不是因为，当然也是因为钱嘛，当然是因为点数，是因为我觉得他如果有能力刷这些东西给我，表示说。他应该是生活，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还蛮想知道他怎么赚钱的，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赚钱，可以赚，就是可以不痛不痒的刷这些钱给别人。晨晨安安，进群拜拜，卖个肾好了。你说如果是你是以卖肾为业的话，我也想知道你如何生产那么多肾。我100人抽100万，就可以单独吃，可以分100人单独。
Just time， 一百个人吃一百万，一百人吃凑一百万的话，就是一百个人一起吃饭啊。小乔晚安，明天要早点静香的事情。静香，好啊好啊。等一下你家浴室要放一只静香下面是不是？哈喽哈喽，平正安，你要去卖血看看，血不值钱，我不知道大家都捐血了。可能香港比较值钱，香港有值钱吧？香港应该是比较值钱，卖血。香港有在捐血的吗？有吗？付钱吃饭，我如果你抖了一百万点数给我，我还让你自己付钱，我当然是请你吃饭啊，请你到，有没有套老爹？不行，大型餐厅啊，各位准备一百万喽。因为你找一百个人，可以去就直接聚餐就好啦，不行吗？我们不还不用一百个人，两二三十个人聚餐就好，对不对？17万卖我的脂肪，你以为你脂肪有人要吗？请不要高估自己的脂肪。如果你的脂肪有人要的话，我的脂肪也有人要啊！我上面还写我的名字，我在我的罐子上面，脂肪的罐子上面写徐君桥的名字，签大名。这样你的脂肪，你的脂肪都有人要了，我的脂肪怎么没人要？香港有捐血，那你怎么会卖血？干嘛卖血？是你们的血值钱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卖我头发可以吗？你们要拿我头发去做法的，可以哦。很多人那个不是拿了那个头发去月老庙做法，看可不可以跟那个人结成两理。如果你们要那个禁掉我的头发的话，我也是 OK。谢谢 Chris，Chris 这笨蛋，你为什么？你都五个啦，五个没有三千点呢，傻逼，三千点一张券移动300点的。怎么那么可爱？运动十个的话，还是算你三千点了，好不好？10个11张，你抖三个，你抖10个11张，10个是1张啦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记性有点差，出老症。10个是1张，如果是30000点的话是，我知道为什么你要刷十个了，因为有机会可以。小的丢10也可以，可以，因为有机会可以换到别的宝宝，对不对？是想这样子吗？总之他拿到一张了。好，我不是说了帮我记，总之他拿到一张，我要记起来。谢谢 Crazy 支持我的活动，好高兴哦！有人支持我的活动，我就觉得衷心感谢。不然我们来放一下衷心感谢，也可以。他是可能是故意想要帮我那个有不同的宝宝，对不对？怎么那么感人？我就知道 Chris 对我最好。你看到别人都没来看我的时候， Chris 来看。他上班多辛苦，赚钱多压力多大。好，大家赚钱都压力很大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记起来。那首歌怎么唱？挥手。是五个还是十个啊？实在是想太多了，并没有这样，他只是手比较短而已。认真，不行哦，分数没有考到就不行，要打拼。总榜应该打不到10万，我们只有7万。总榜不是20，我记得好像还可以，慢慢冲。不知道，我觉得前面20个很难，要有大型玩法。会不会今天有一个人发现我？真挚的，你都一百，你都五个，还不多。我家榜一搞不好不想抽我的那个台历的，还有那个保证的话，搞不好他今天
集，为什么我要打地狱集？你要打地狱集，有人会抖内我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都礼拜天才打，一次3万，然后款充。不会，我觉得他就是参与而已，他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吧。我以我看他的一个认识他两个月，志伟，你的伟打错，你怎么连自己名字都打错？志伟，是有多想要抱枕？志伟，你看一下抱枕，谁让你去看货？因为志伟也跟我讲说，可是我也太一张。可是志伟呢？哎，3000点真的没有很贵，才多少钱？真的没有。你们可以试着，要不要看一下成交？爆炸神秘的榜。如果真的没人抽的话，我就省起来。可是还没打第一局，还没打，犯了罪是不是？没打是不是要关我？没打什么了？就没打。拍立得超狂，为什么会很狂？你是说第几个在拍立得？哦，你的那个地狱王血量1500万，又不是1500万刷给我，还好吧？小江，地狱级挺难的，真的很难吗？我明天来打打看啊。特鲁雷呢？品质你有在看了？我还以为除了红灵之外，你不会看别人。谢谢小佳参与我的活动，他实在是第一个获得第一张抽奖券的人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你知道之前呢，我必须要讲好大的，就是长大我有多少，然后也是默默的给他要一张抽出来，是一个莫名的回应。我觉得我前面几集的人都不喜欢多讲点，下班给你送。小佳，谢谢小佳，小佳不到一张抽。不要是想要我参与，感谢小佳，我先把它记起来。哎，可以累积的哦，就是你抽奖券抽一张、两张也都可以。我在影碟刷点数。安安，小佳，小佳，你是不是有因为在看别人直播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有，他有追踪两个。因为我想说，奇怪，你怎么没有灌我点？不过我后来想想，我就是想。对人家如果真的不想动，就不想管，没有问题。思妍，思妍安，安安就是你的守护者。其实我还蛮希望他，如果我今天跳一个还蛮感人的，就是我听到别人买他的希望他的支持。如果是有，就是买他的钱，买的钱，有点数给他的支持的话，他希望就是说可以经常来听到他的。标了就不来看他，他希望就是持续是可以常常看到他的，不要只管他。所以我其实听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就对，因为你要抢持续的话，是不是也要经常来做？沟通是有可能的。剪，好，给大家看下侧的那一张啊，蛮辛苦挤的。我觉得重点不是累啦。重点不是说这个乳房有多大，不，重点不是说女生的这个器官有多大啦，应该是说她有蛮努力的，你看，就是知道煞费苦心的挤她。我还蛮认真挤的，而且你知道，看得到上胸无肉的，硬是挤出来，有点尴尬哦，会不会被崩台？这一送还可以改，强是吗？对，这样没事吗？你说什么样没事？你说我胸部他怎么样了？胸部他活得好好的，跟渣男没分别。对啊，抢了就跑，就是占有我了就跑。我是希望真的是，如果真的拿了我的钱，欢迎欧巴，欢迎欧巴，你的身材超好，是不是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如果乳房再大一点，好就更好，然后屁股比你小一点。怕你被关台，你以为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一级，你会被关的。不过被关，这很急，对啊，很急，那个急压力超大，你知道吗？贴五个那个，什么时候湿漏漏？那我们下星期好，要吃，我们要不要约别的女生一起吃啊？我跟你一起吃，多害羞、哦。要不要约你家主播？你家主播，我记得好像还有很多人厉害的，出来认识一下，认识
是主播，可以吧？我可以认识你比较急吧？你真的回来不要去抽烟，因为你们家主播是来急的。你身为一个经纪人，多照顾你们家一点。是出资的，是假的。你为什么要离开厨子？哦，对，你要那个小龙也是一张，谢谢小龙和小佳的支持。志阳啊，小龙，哎，小龙也是第一次，不是第一次，应该是说小龙第一次就那个大资料，很开心哦。谢谢小龙，以后有一个多支持。手机，我觉得6月7号的手机都蛮差的。好了，要走，我自己买衣服。下周剩145，哇，我衣服行。145的话，礼拜四好了，你是吃晚上啊、哦？不行啊，你家主播不是也要开直播吗？但这脸黑的是好稳，不去哦。上次是那个脸很黑，有人。有一个人脸很黑，是我家导演脸很黑，对不对？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不是，我家导演脸不黑，那应该不是脸黑，是谁脸很黑？是浩文吗？不是我，你家也没有黑。我也想看看你家怎么黑。是雨婷吗？我上次也办了一个活动，上次的点数是5000点抽一张，他捐5万，哎，是5万吗？还是多少钱？5万吗？然后自己，然后哎，是5万吗？
乔轩啊，然后妮妮，然后去吃垮你之类的，会不会怕我被我吃垮？然后我忘记回他，我真的忙到不行。然后我有去买了新衣，你真的只跟我讲新衣这件事情，然后所以买了新衣。谢谢小龙，谢谢康如，康如下雨哦。谢谢上次参加我的活动，感谢你的支持。窃喜，干嘛窃喜？我最近真的比较忙，我你知道他们都说我有不会达人呢、欸。而且他们是说什么我需要一个男朋友什么的，我自己煮柜子，我煮了这几天煮了30个柜子，我要煮完之后我发现我还有2个柜子。谢谢康如，康如大姐，谢谢。哎，你们参加我活动真的很开心，你说我眼泪掉出来。记忆上是有2万点吧，然后20张中选，结果都还没中。你脸有这么黑，我一直没有办法。对，台湾的柜子，你们要看我的柜子，想不想看我什么柜子？有没有想看的？阿宇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比较努力。他们就问我说，应该是说就是在那个 LINE 里面。有没有这样子之后第三节，因为这个有三节，你要抽奖，我把你那个压箱宝拿出来，这个爆的很大了。对，我就说你要拿我的那个吧，啊，东西太贵了，因为真的没东西了，真的没有东西，不然我肯定拿出来。啊，要向日葵。我们办法口就是我不用扮面，就像周子瑜了吧？昨天有一个人在台北市在跟我搭讪，谢谢12345678324的追踪，在台北市在跟我搭讪。可是你知道台北市在很多人家，然后或是酒店，所以呢我就很紧张。然后他就是他感觉就很紧张，然后跟我搭讪。脚已经凹陷了，除非我去隆乳，他有办法给我隆乳的钱就 OK。 有办法吗？拜托拜托厂商，费用还不错，真的费用费好，费用没有隆乳的话，我是要扣是什么要比
应该懂得什么吧。下午四点差不多来一个超级正，也排名掉了，像第一名怎么变的啊？掉下来，真假的？第三名，我还要有第三名，第三名的话，有没有办法？就是你还是我家的吧？还是我家的？谢谢 Eric 的追踪，小 M N N 靠海哥，不是你已经看过了？新人节是留下来的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你们会害羞那你们一起没有穿啦、晚上好 Eric MM， 我准备再买一个要换话题是不是？今天没有换话题哦，大家通道好啊好啊，那你们什么通道？しがみちたあの日を忘れられぬ私の姿映すよ。そこら中にたくさんまだ残ったままで止まってた。いつまでも色褪せないファースラー。振り返ってもそう誰もいない。あなただけが遠くなって、私は変わらないままで、自分だけばっかみたいで。谢谢海哥，我们还要阿耀，我又想海哥，因为七耀很容易谢谢阿耀，阿耀这样的活动，我希望阿耀可以做到。谢谢阿耀，欢迎阿耀送的。现在有六个人参加我的活动，感谢阿耀，大黑脸干嘛？干嘛？你脸最黑了，就是黑脸王。黑脸王，什么时候黑第一只？谢谢阿耀，谢谢阿耀，还有还把所有都已经捐出来，是没有错吗？六千呢、欸？六千零的话是两张，阿耀是两张。谢谢阿耀，阿耀最棒，阿耀我爸最帅了。明天再来，海哥明天再来哦，对，没关系，你今天没有买点数的话，明天你今天也可以跟我聊天啊。跟我聊天是要跟我聊天，为什么是这个？谢谢阿耀两张。哎，为什么你剩下的还有六千多？一个三千，一个三千，明天手榜有哦，耶！你们还知道我要手榜，怎么那么感人？怎么对我这么好？你们对我那么好，我都要哭了，然后就掉。好累，把事情吃完，我一次怕你回来，不会因为榜上直接看得到。你只要不要故意，譬如说你九个上司，然后送一次，九个上司送一个那个什么万圣，然后谢谢鱼萍，谢谢鱼萍，鱼萍真的是想要拥我的抱枕，谢谢鱼萍。哎，我家快破五十。谢谢雨萍，有要拍照再送三百点，拍什么照？我现在可以拍啊，你还要是要拖绳子给你拍吗？拍什么？哦，你是说要截图？当然要截图啊，五十万点还不截图？五十万点我到第二个 label 了，还不赶快截图？谢谢雨萍，谢谢雨萍，谢谢阿耀。我们家榜一还没来，雨萍为什么会？烦的是那样就不敢冒险。谢谢阿耀，哦，阿耀收起先，阿耀怎么把它送完？阿耀，你不是说明天收榜六？哦，我知道，有帮我送五十，截图。走好，明天走吧。谢谢阿耀。
要掐你大腿，眼泪掉不出来怎么办？真的可以下播了，差不多可以下播了。我今天就赚这样就可以了，也可以当面。好啦，等一下我先记起来。啊，要是，每次那个他就我们家那个爱和平就啊邀过压过阿耀了，不过阿耀跟我。我才上来上课，你是不是按错了？你刚是按错了吧？以你的个性，怎么可能按三万点给我？是不是按错了？你说，还要小心一点，超猛的！谢谢 WBIT 的粉丝，谢谢，谢谢什么顺记古玩，古玩安安哦，古玩平台哦，你看人家有没有？没关系，人家是粉丝。我知道你很支持我，这样就很够了，因为你每次都有。其实我觉得你只要很认真的支持我，就是我很感觉到你真的是，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感觉的，就是你很认真的就是支持我，然后并不是说我一定要你每次都点数，不是你也没有丢给别人，然后你有跟我讲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我都会觉得其实那些东西是对我3000点，你知道我给你报一下就好了。哦，这样你还吃亏哦，你给我报一下，那你还吃亏耶。一听，不可以啦，给你报一下。最近刷的是怎么样了？哎，对啊 ，Chris， 你少刷五个真的很可惜耶。你要不要再刷几个？300点，报一下赚分，真的报一下比我报成还贵哎，不行哎，你刷100万点就不能报一下，整个气氛被炒热了，可能是下午的正面真的很水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输别人真的没有点数了，好，那你不决定要抽吗？这是个不可以。你说是过路的，对，好，明天帮你补好不好？应该没关系吧，反正因为我们有13点，一百块钱就是跟他聊聊怎样投资啊，然后就回家。不然100块钱要怎样？我还要陪他睡觉吗？天哪，懒到停下来，好想，有我操。我们现在讨论赚点要多少钱了？要很多钱，想问点超多钱。我想要唱那个，哎，你们点一首歌，这样你们都。我认真很感动，每次都来唱。我刚刚一度前30分钟，我一度觉得今天应该没人抽，然后大家都一直想说会抽。好久没来玩了，我看你好像也好久没有看牌了，你有在看牌吗？应该很多次了。我很希望，如果我是很公平，可是我很希望阿耀每次都来参加，因为他很少有机会可以，就是他生活比较单调吧，然后我一眼看着东西是可以想念，是蛮好的。当然不一定要想念我，他也可以想念周子瑜啊，或是杨牧啊，或是。他也可以想念这些人吧，不一定要想念你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最近他们好像没有抽牌，你只能抽我的。想太多一定很多人支持，要哭吗？不会啦，我不会哭啦，为什么要哭？你生活也很重要。屁蛋嘞！谢谢小峰，谢谢小峰，小峰最帅。我先看一下。
单调，你生活单调到可以看到正妹，真是很厉害哦。然后杨幂又是杨，没有，明明我说杨幂，就我又被红林他们说成是杨幂，是真的。他俩演一下就在新竹工作，工作一个两年，在医院工作，是不是消失的、欸、在这世界上，两张券吗？小峰是两张券啦。小峰，你两张券，恭喜小峰！小峰，我希望你可以得到你的，你想要抱着还是拍的？好久没来了，以为在一期可以上面，他们给我3000多，就好像说我都是。哎，你是随意发给我的、欸，你超随意的，那个，我今天看到正妹刷你3万，然后昨天说什么？今天我在新竹家人在哭，让我可以继续的，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话，其实每个东西都是一样的，就像玩游戏一样，如果每个月固定充卡的话，就有办法一直下去啊。每个月都一点就可以，如果有的话一点。下个礼拜要请一个礼拜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请一个礼拜的？你有假吗？我知道你一次放松了，你就想爆。That's right.
来看，我就自己剪。我姐来的话可能会过敏，因为她太白。谢谢这个，哎，这是谁？谢谢放送我闪电宝宝，谢谢闪电宝宝，小礼物也是很开心的，这个圆满。
我那时候大家把我送到那个前面的时候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结果居然没有那个，算是对不起。就你上线的，好像那时候没有上中榜第十七名吗？哇，我好厉害！因为我觉得他们都会在最后听说吧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讲。不要想看他，千万不要想看他，一切主播都很好。我觉得我算是一切主播的运气，那时候就差很多了嘛。老师，我对不起，我下跪，我现在每一个送出的礼物，我都放两根头发在里面，这样子你们可以珍惜我吧，好吗？好不好？不然我每个礼物这样抱着睡。会有我那个 Chloe 的香味， Chloe 是一种香水，我怕你们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女生才懂，男生可能未必会懂 Chloe。 我怕有明年的免费先缴，不行啦，不行啦，这样你可能要把今这辈子的免费都捐给我。别啦，其实你也有说不是你的问题啦，我会忘记那冲到26名最后捐给这件衣服啦，可以嫁给水泥，我可以帮你滚在外面好不好？然后结果这个是别人抽到，尴尬。刚好要说你被洗掉，我帮你被洗掉，我有看到你说是，其实我觉得不是你的问题，我应该要多多应付，这是我学做主播所要学到的事情，不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学做主播，我应该先研究活动，然后去跟你们讲说，这个我应该是由我来跟你们讲，这个活动是怎么样，我为什么想参加这个活动，我想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你们可以帮我帮到什么程度，帮到哪里，我应该跟你们讲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自己因为很新手，而且我又不准时开播的关系，私人的原因很多，所以是我的问题，然后我感到很抱歉啊，因为我真的是新手。我会以这个目标去做学习，然后以后会更提给大家比较好的直播品质。为什么好像跟实况讲的话？每天开播会赚钱吗？你每天开播来看看，应该会赚钱。你试试看啊！我就是在讲你，每次都是会突然跳一个话题，然后说你打断你，然后又说你要跟我聊天，然后问我一些。
小号来骑。吃土吃两层，吃两天吧。30%有点多，我以为是仅有的3%哎、欸。就是头很长的人只有3%啊。抱歉哟，不可以生气，别生气别了。还好我在帮你，你可以今天来帮你，一起吃土吧。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吃土呢？土鼻血掉下来了，我今天土鼻血怎么哭啊？这是草鼻血吗？宝丽龙啊，刚刚什么东西？谢谢追踪，谢谢 K O K H U I 0829的追踪，追踪我就对了，因为真的没有直播这么可爱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，一起去吃土啊！吃土这个行程，你以为每个主播都有吗？想有的人想吃土还吃不到哎、欸，拜托主播付自己钱，然后土比较好吃，我叫主播肥肉。唱歌。
去的话，你胃还，你胃应该不能消化吧？混进去里面没有营养哎、欸，而且胃有可能会结块之类的，变成一个胃的形状，然后拿出来之后是有一个胃的样子。谢谢宝一。
关到我们的婚姻，婚姻在我身。话说冠群，你上次有收到我拍立得了吧？我问过你了吗？痛哥，痛哥去别的地方刷了，却没帮我分享。我觉得你说不说？嗯，哦，我知道你上次跟我讲说没有送他。夜班人掉，然后我就说你不来看怎样，就是是有压力吗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还是会想知道原因嘛。像我之前有人就是这样子，我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给他们压力太大还是怎么样，让他们觉得哎没办法了，然后我就会想问毕竟他之前是就是在我的然后就说他夜班人掉，然后而且他有时候在看的时候他没
要。松绑就是左上角的礼物的端，然后有种子之类的。松绑。有时候会问说，这样子会不会？如果问你是什么时候不来看，会不会又有一种压力？有时候想的很多，做的事情又很多，就好像我昨天去那个银行，然后明明其实不是，明明就是要做的太多，然后又很想解释说，其实我不是想这样子，常常是这样子。这个星期你们也会吗？很矛盾。明天开始不要找一个人一起。
这样子弱不禁风，又不堪一击，手无缚鸡，然后什么都不会的女生怎么在身上立足啊？要是如果没有在做手机直播，然后没有赚到钱的话，我可能会饿死，就是会冻死在街头，然后在那个万花筒吃，搞不好会被拖去暗巷。这个后果会是有很不忍的，你们一定要帮忙。够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很难说，我这样讲对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可能。你过去一下，你应该知道。你知道啊，画画好多。我才是无辜的好不？谢谢你，真心觉得有段时间看到小妹，不要这个时候谢谢我，感觉你好像要去哪里一样，你会回来的啊，看不到的哦。好啦好啦，开玩笑的啦，我还是会浮夸一点的好不好？台北林黛玉弱不禁风。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对不起，我唱错了。是在地图上每一道奋战的光影。志文晚安。哎，志文，你不是很想要抱着？你也不想参加这个竞争方针，不就是把小朋友，我有一次去日本啊，他们把小朋友放在很像那个倒水货车，然后把小朋友放在羽毛上面，他们的幼教方针应该差不多，就很好笑。我们的小朋友是排入队的、啊、他们是小朋友是把他放在水库，日本的浅草那里。
要关台了，不然我头发都要掉，你看到没有？头发有点少，五点到了，掉好掉了。勉强说出你为我记住的每一封信，难道是你？携带一个基地台啊，然后就是你每天就是手机拿出来就接他的 WiFi 就好了，输密码很简单很简单，没你想象中复杂。可是要记得每天充电，因为没电的话就没办法用啊，就像基地台一样。睡前运动，撞墙是睡前运动，这样子可以赚钱吗？
清好了，外面干，跟他直接，你从机场拿了之后再回来之后再从机场直接放回去。另外就是，如果你都没有预约，然后也没有申请的话，你可以在柜台稍微询问一下他有没有空的外卖袋，就是没有人预约的外卖袋借，然后付了钱之后再还回去。没有的话就通常都是要预约。谢谢追踪，谢谢 C H A O S T， 这是 C U B R。方式
到啊。如果最近都